新专业，音乐不停歇。跟今天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你们好。苹果的朋友们，你们好。本节目由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怕上火喝王老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京郊打卡好去处，北京平谷梨树沟。此时此刻，我们在北京市平谷区梨树沟休闲谷开启夏日星光夜音乐旅程的第一站。在这一季的夏日星光夜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去感受不同的夏日味道和夏天的记忆，畅想一下，享受一下。平谷真的太好玩了。嗯，今天白天我跟迅宝真的是把平谷转了个遍。我们去哪儿了？去了石林峡。哇，真的是太美了，好多很好玩的项目，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平谷。对。那今天咱们就赶快进入夏日星光夜的第一个星光之夜。好的，来吧，大家坐吧。夏日星光夜，观众很热烈。这还挺押韵，挺好。那今天夏天是不是有一个怀旧的感觉？每年夏天都会有怀旧的感觉，因为夏天充满了记忆，哎，美好的记忆。我们到平谷了，啊，对平谷有什么印象？云飞，平谷桃好吃，桃好吃，啊，关键是在长桃之前的那个桃花更漂亮，哦，哎，桃花桃，对对对啊。我觉得平谷是山好水好，还有我们的观众人更好。好久不见达一哥了。对， 你怎么样？你最近还好吗？哎，我非常非常那个好。这桃和杏你肯定特别亲啊。那当然，刚才刘和刚老师一提到桃啊，又先有花后有桃。你比如说有一首诗，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哇哦！哎呦，几天不见光不相看啊！你们不知道，最近大一哥特别爱读书。三人行必有我师，向老师学习，向同行学习，向所有的朋友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确实是，但是如果你要说到诗词的朗诵，你完全可以向你身边的守山大叔好好学一学，他的朗诵真的是绝了。来吧。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怀旧，你看大家都带来了好多老物件。它看似是书又不是书，看似是卡也不是卡，看似是信还不是信。我们冬天呢，我们在农村都是穿着它，这个东西呢也是我的标签。一大一小两个盒子能拴住很多淘气的孩子，正是因为爱上了他们，所以有很多人登上了辉煌的台子。跟家乡有关系的羊肉，对，那就知道吃马鞍子、马鞭子、马靴子。乌鸦啊，这是你带来的？对，这是你出嫁时候妈妈给绣的吗？你看，乌鸦带来的，乌鸦带来的老，对，妈妈给你的嫁妆。这是我自己收藏的，这是我们内蒙的，我家乡是科尔沁草原，属于非遗产品。嗯，这个是搭在马背上的吗？这是属于烟袋，刺绣的烟袋。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苏绣啊，其他的绣，但是我们内蒙科尔沁是有这个蒙绣的，蒙绣，然后它这个底是以黑色为底。然后它的颜色绣的是非常艳丽的，这样呢就符合我们这个蒙古人的审美，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女孩子给她的心上人刺的这种，烟袋，游牧的时候一走会很长时间，那么这个也一个是一个信物，第二个也是非常的实用的，啊，是这样的，这个我其实我收藏了很多年了，哦，不是搭在马背上，是搭在人身上的是吗？是戴在这个腰上的，对的，对不起。应该是从这里搭过来的吧？应该是在蒙古袍上的吧？对，它有那个腰带嘛，是别在腰带上的。对，然后骑着马的时候，它就只有内蒙地区，对对对，只有我们科尔沁的地区有这个刺绣。
我们当时土耳其的姑娘要不会刺绣的话，可能基本就嫁不出去了。所以我现在一直嫁不出去也是有原因的。明白。不会刺绣的科尔沁，不会唱歌的科尔沁女孩几乎是没有的。都会唱的，都会能歌善舞的。那来吧，我们请乌兰图雅给我们唱首歌吧。好呀。想你起来，石林下的山河水，眼底泉水潺潺，时光有多慢，桃花水几道弯，悠悠长思念，春风檀香绿琴弦，让你心醉，都想你起来，石林下的山河水，一线天心扉，一起来又一起来，哪里的山哪里的水，风儿吹开爱的花蕾，爱的花蕾，一起来又一起来，哪里的山哪里的水，心的翅膀自由放飞，自由放飞，想你起来，石林下的山河水，眼底泉水潺潺，时光有多慢，桃花水几道弯，悠悠长思念，春风檀香绿琴弦，让你心醉，都想你起来，石林下的山河水，一线天长发拂人面，九天不合曾眷，夫妻同天梯，一步有惊心在云间，大开心扉，那里的山那里的水是唱的哪里的山哪里的水，果真唱的是这里的山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就是我们今天去的石林峡。对呀，这首歌是专门为石林峡创作的歌曲哈。这首歌是我大概2015-2016年的时候来到石林峡创作演唱的一首作品。哦，这个那里是山那里的水，也叫石林山的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当时所以说这个平谷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不仅仅是有这个桃，有美丽的景色，平谷的人特别质朴，特别热情。我们到石林峡的时候去拍摄这个作品的时候，景区的这个朋友们自发的就是跳起这个舞蹈，广场舞蹈，然后他那个还有这个瀑布美丽的景色，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看到了，所以今天又有幸来到这个美丽的平谷啊，衷心的祝福我们这个平谷明天越来越美好，我们的石林峡还有这个梨树沟也会越来越美好。大衣哥今天带了什么老物件？这个老物件呢，对我特别特别有深厚的感情，还有很多的意义。你说啥？那就是我的大衣。哎呀，这大夏天的，虽然梨树沟凉快吧，也不能穿大衣啊。说实话啊，晚上还是有点凉。哎呦我天哪，你这叫凉吗？这是大衣哥当年的大衣吗？大衣哥，你穿上一下，让我们看看吧。找一找，好久没看见你穿大衣的样子。你要实在热，你就喝王老吉，怕上火就喝王老吉。我最喜欢王老吉。哎呀，来。我特别想知道啊，你当时为什么叫大衣哥呢？是谁给你起的呀？这名儿？
当时吧，我是在我们山东做一档知名的这个节目，哎，我去报上名去比赛去了，那个评委呢，他忘了我的名叫什么呢？哎，我穿了一件大衣，你叫大衣哥吧，就所以评委给我起了个名叫大衣哥。哦，啊，又有朋友又把我推荐到咱们当时咱们这个星光大道，这让全国的更多的观众认识了我。朱志文确实这个在老百姓当中特别的受欢迎，但他也没有忘了让自己不断的进步，是呢，没有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对，哎，来一句吧，啊，滚滚长江东逝水，你就穿着大衣就唱一句，不会中暑，来，还得重温一下在星光大道的感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谢谢。来来来来，赶快把大衣脱了，大夏天的，喝口王老吉，喝口王老吉，怕你上火。得嘞，喝个王老吉不上火，解又解口渴。是呢。香残雨点秋，清洁罗生独上兰州，云中谁寄锦书来，银子会是献丑，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却上心头。香残雨点秋，清洁罗生独上兰州，云中谁寄锦书来，银子会是月满西相思，两途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却上心头。今天你带的老物件是什么？哎呀，我带的老物件跟今天准备的歌曲有关系，这是祖祖辈辈生活的老房子，我也是我出生的老房子。哦，还有哪个出生的地方？这个房子住了四代人。哪一个是你啊？这个是我。看不出来。这个是我。鸭舌帽，鸭舌帽。对。这个？不是这个。这个。对。你看大家看眼睛还像，看那裤子都是这儿是有两个小狗，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没有穿过新衣服，因为我妈把我姐剃下来的衣服都给我补完了，让我再穿。这是最还有啥？拿来大家看一下。这个秤啊，你们多久没见到这个秤了？秤，这是5公斤的啊！你这是干嘛用的？这个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不称心如意。这是我爷爷他们留下来的。你为什么要带这么个老物件来呢？这个挺有年代感，也有挺有那种就对家乡那种思念的那种情怀。还有这个。潘老师您看我这个也是我爷爷用的，然后传给我爸，然后又我小时候也是收音机，那时候可时髦了，这个收音机。对，让阳光感受一下，来，这也是阳光最熟悉的宝贝。这个半导体可厉害了，怎么呢？这当年你要买这么一个东西50-60块钱呢。那这里面经常我们听评书啊，单田芳老师的评书怎么说的？话说在内蒙大草原上，数十年之后，将会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出现，他的名字叫云飞。哎呀，真的，我当时小时候就是用这个收音机听的，单田芳老师的《白眉大侠》《白云瑞》《三国演义》，是真的。啊，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匣子听你的歌了。云飞今天带来什么歌？跟老吴有关，经常会思念。
阳光净夸别人了，你呢？你今天带什么好东西了？我今天带什么？我带着我自己来了还不够吗？你不是老物件。我不是老物件。你带什么老物件来了？这个老物件有点沉呀，姐啊。我觉得咱俩只能是说，但是拎这个老物件挺让小尼干点事儿，太沉了。拎不过来是吧？云飞带的老物件上来了，羊肉串。什么老物件？这个老物件就是一个我们当年必须要有的。录音机，哎呦，就是最前头那个双卡录音机。对，想当年呢，很多人都说这些我们这代歌手呢，第一个老师就叫老陆，啊，就是录音机，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不管是乐队然后排练，还是歌手唱歌，都要通过那个叫扒带子，就是听然后人家怎么唱，然后怎么弹，我们把它扒下来。那段岁月其实挺美好的，尤其对于我来说，录音机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小时候特别淘。唯一能够让我安静下来的只有这台录音机，而且这个录音机跟着我们家应该说有年头了。当时80年代初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流行买彩电，我爸和我妈就商量，他们说，哎，到底是买彩电呢，还是买一个更好的录音机？然后我爸说，那就买一个更好的录音机，因为咱们家孩子呢，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局限，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他的优势放大到最佳。所以他如果能够听到很多美妙的音乐，这对于开发他的智力，甚至于开发他的应该说未来世界，都有着一定的好处。所以我爸就当时没有买彩电，买了这个老的这个录音机。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着这个录音机学会了很多很多歌，尤其当时我弹钢琴的时候，不会盲文乐谱的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就是他放一句，然后我弹一句，我先听右手的旋律，然后再听左手的和弦，所以我这耳朵为什么是固定音高，就那时候练出来的，纯粹就是那时候练出来。而且我当时说实话，特别渴望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歌手。我14岁的时候打电话参加黑龙江省电台的一个栏目，当时在电话里边就被人家选上了，说你下周能到现场来唱歌，当时我特别特别开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录音机是陪伴我走过了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现在我经常去很多学校，然后给一些孩子比如说讲课呀，跟他们做一些分享啊等等，就是老有很多家长跟我抱怨说，其实这孩子真的现在这样或那样有一些问题。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每一个孩子的教育都是一个新的课题，都是一个不同的命题，不能不同的孩子用同样的教育方式，这个是不准确的。所以那个时候我通过音乐就告诉别人了，虽然我很淘，但是音乐可以让我安静，它可以让我放飞自己。其实我只是很淘，其实我只是在找我的人生方向，我不是个坏小孩。也不是你们说的那种虚伪的坏小孩，他是不是坏小孩？我现在的想法已经超出你们的时代，他是不是坏小孩？请你们替我想想，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他是不是坏小孩？抱住以前我的脾气就这么坏，我不是个坏小孩，我
坏小孩。我一下回到了我小时候。接下来这首歌可以安静的听。对，你先喘喘。没事，这录音室太沉了，我感觉。好吧。接下来我们请星星跟阳光一起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好，弯弯的月。逛水是很多朋友节假日的选择，那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山水画廊一般美景的好地方，就是在北京的平谷。除了我们今晚所在的梨树沟休闲谷，还有很多美丽的景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比如金海湖、石林峡、还有京东大峡谷、京东大溶洞等等等等。这几年平谷推出了很多很好的政策，比如说近些年来平谷就推出了春赏花、夏观景、秋采摘、冬玩雪为主题的25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西部地区农业观光带，以农田休闲为核心啊，聚焦农耕体验、农业科普。哎，红色文化体验、山林休闲，实现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相交融。总之一句话，欢迎您到平谷来旅游。方老师，今天您带了什么老物件啊？带了一个小盒，这盒里装的是，不多，就是都是上千年的乐器。啊，都是。这是传说中的甲骨古笛吗？对了。啊，这是复制品吧？对。哎呦，吓我一跳。主要是这个笛子啊，它能改变世界的音乐史。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都是五声音阶，是不是？可是我们在9000年就有7声音阶，它实际上不叫笛，应该它叫乐，就是繁体字和平的和的一半，这边是一个道和的和，这边一个人一横三个口，底下像一个脆的侧，这一半念乐，叫甲骨古乐。为什么笛子是横吹的，乐是斜吹的？对，
乐是什么？乐就是钻木取火最早的吹火筒，是这样吹的。你看古人很聪明，这样吹的吧，眼睛火会迷眼睛。你看，斜过去吹。所以在9000年老祖宗已经创造了七声音阶，九千年的历史。方老师，为啥刚才那个特别难的吧？那个，因为你看没看，它任何口都没有。它不像箫，还有一个口，还有磨什么的。它完全是用这个斜的吹的，这个难度很大。这里面还有2000多年前的壁立，还有我们古代讲的这个羌笛何须怨杨柳，羌笛。还有我们最早的簧，巧舌如簧的簧，哇，巧舌如簧，这个是女娲那个时期创造的。好，我们先听一下，竹子做的。关键进到铜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少数民族有一种叫口弦，对，它就是簧的一种，它可以把它变成和声。哇，那我今天更加期待方锦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节目了。我带来一首《诗经》。哦，《诗经》。对，大家知道《诗经》距今2500年，这有一首特别异域的美好的，就叫《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Thank you.
谢。哎呀，守山大叔，我这儿看到了一个这个。守山大叔带来的老物件，给大家介绍介绍。来，您坐。这个是军旅壶，也是我从入伍一直到退伍陪伴了我3年，而且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我觉得非常珍贵。在我新兵刚入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训练完了，我们拉练的时候轻装，就是背包啊、大衣、水壶、挎包，然后脸盆、鞋还有雨衣都带着，这一套下来20多斤，有时候5公里，有时候更远，跑不动，跑到后来就有点就体力就跟不上了。完了，我们班长一看左右，他把这个军旅壶挎了好几个，他夺过去，那时候还客气，又感觉客气，又好像有点害怕，说这个给班长合不合适啊？班长一把夺过来，婆婆妈妈的，然后就他挎了好多，然后这个就给我特别深的就是。特别深的印象，一直到现在，我就有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班长，倒不是一种依靠，就是肯定他给我一种力量。这辈子你遇到任何挑战困难的时候，是你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的来源呢。无论怎样，虽然都已经脱下了军装，但是这份情谊是一生一世的。对，何刚老师今天带了什么老物件？哎呀，他带了一块糖啊！这是请柬吗？请柬。哇，各位好消息，何刚老师要结婚了。当年结婚的时候的请柬。对对对，给大家说说吧。这个就是2010年5月15日，哎呦，我跟我爱人相识相知3个月0.3天之后结婚呢。而且当时呢，我还写了一首歌叫《一生相随》，送给我爱人。嗯，这首歌怎么唱？还记得不？还记得不？你要不记得，我跟你说，哥，你这个哥，你今天晚上你当年的承诺啊，你就只能住平谷了。一生相随，哎呀，终于想起来了，一生相随，忘了。我们来看一下刘和刚和他爱人湛阳的结婚照，可漂亮了，他老婆可漂亮，真的很漂亮啊。5月15号，我要我515，不就是我要我们在一起吗？我和你爱飞扬。请于2010年5月15日来到两位的结婚典礼现场，别忘了带上红包，这是我家的哈。这个一定要好好珍藏啊！珍藏珍藏。每次如果有什么夫妻之间小矛盾呢、啊、小争吵，拿出来，先撕它。嗨，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做这个请柬呢，其实我是当时我跟我爱人我们俩认识之后，其实他妈妈是不同意的，他妈妈觉得哎呀，刘和刚多少有点名气嘛，然后你说我女儿也不差，你说嫁给他之后会不会那么踏实啊，那么安全啊。我跟湛阳说，我说你相不相信我能爱你一辈子，他说我相信，他说但是我妈不相信。我说那这样，我说我找你妈去谈。怎么谈的？从见到他妈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做饭，我们俩聊了13个小时，然后他妈妈说行了何刚，那我就放心把湛阳交给你了。这他妈真的是不能再聊了。丈母娘一宿没睡，听何刚说了13个小时，后来丈母娘崩溃了，我把我女儿嫁给你还不行吗？成了，就是可能是这个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可能记忆慢慢的模糊，但是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忘，那就是一辈子对你好。是的。来吧，有请刘和刚。好。月亮在天上飘，星星它在跟着，太阳在天上照，云儿它追着跑，山上的小草，羊儿的吃得饱，心上的妹妹哟，哥哥想对你。
本节目由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怕上火喝王老吉。走进北京平谷区，相约梨树沟休闲谷，感谢平谷区梨树沟休闲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一句歌词里都有感动，每一瓶菌香宝里都有一千亿活的益生菌。邂逅夏日旋律，感受畅爽活力。夏日星光乐官方合作伙伴菌香宝益生菌，邀您收看精彩节目。高端益生菌就选菌香宝。这样吧，我们一起干杯吧！来，来吧，来吧，来吧！怕上火喝王老吉。周杰伦、陶喆在写歌方面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印象最深的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全款来看你。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张学友。我一直是友谊。张学友。人人那个都说哎。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却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牵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牵涉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深夜里徘徊，不要轻
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牵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牵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这个是我的老物件 CD。 因为我妈喜欢唱歌嘛，然后所以在刚生我的那个时候，我爸给家里买了那个卡拉 OK， 就为了听我妈唱歌。我妈爱唱那些什么从 Mary 到 Sunny 到 Ave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 始终没有我的名字。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遗留下来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只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掠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会不会有相通的啊？踢毽子两个没有粉这套房子是吧？跳房子，我们小时候全是拿石头在操场上挂。哎呀，什么？小时候吃的糖啊，小时候的零食，就你带的最实在。这是老物件是吗？对啊，因为就全都是小时候会爱吃的那些零食。啊，这是那个虾味条，好小时候啊。
小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梦想，就是开一家小卖部。对对对对对，有什么样的小卖部都得被你吃黄了。除了零食之外，就是我小时候经常还会有那种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比如说我妈每天会给我2块钱当早饭钱，然后可能就花5毛钱买一个饼子，什么都不加就吃一个饼子，然后剩下的1块5毛钱就去刮奖，刮刮乐。对，你今天带了吗？难道我有带，我有带。这是给嘉宾的是吧？对。哦，每个人可以抽一个来。对，我来这玩，我经常玩。我帮你。齐纳图抽到了一个奖，我觉得是今晚最大的奖。小尼开车送你回家。你的家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吧？我得加点油了。云飞抽到的是邀请朱迅合作一首歌。你给我唱一首歌吧，快。朋友唱甘露雄朱兴东刮到的奖品是黄奇文和朱兴东一起唱首歌。台上队，台上队，台上队，来吧，来吧，来吧。Baby， 我从山中来，带着浪花草，住在校园中，也希望花开早。花却依然，但保你无一个；浪花却依然，但保你无一个。此刻你独领风骚。嘿，我从山中来。望着天空秀，两手清风自由在水上飘摇，穿过每一条街道，有波动的心跳，让我俯瞰整个城市的面貌，让我忘记了逃离，又忘记了喧嚣，糟糕的过去让全世界都听到。纳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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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鲁啊。闪耀我的爱，双手的火是我的情，天上的星是爱人的心，我要去追寻。转眼秋天到，已来如暖房，长江平铺席。期待春花开，能追溯远长，满庭花簇簇，好甜的许多香。童年那么多美好的回忆，瞬间就把我们带回那个曾经的快乐老家。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明天就能够到达。跟
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考考你，这是什么？君小宝啊！哎，君小宝他是在做什么呢？养肠胃的。这养肠胃的我们之前吃完了，但是我觉得挺好看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留在这儿当个摆件，没有存过。这个它是好东西，嗯，1000亿的益生菌，这就是这么小的一瓶。你别看它这么小，对肠胃特别好。小小的一瓶啊，全是高活性菌，平时我们熬夜的时候啊，吃辣的时候啊，吃上它就特好。你试试。真好，每一句歌词都有感动，每一瓶君小宝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邂逅夏日旋律，感受畅爽活力。夏日星光夜官方合作伙伴君小宝益生菌邀您收看精彩节目，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欢迎三组来自平谷的朋友，欢迎你们。都说平谷人杰地灵，不能光看风景吃桃，我们得请平谷的老百姓精英们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大家好，我叫熊宇金，是来自于平谷的一名创业者。我从事的事儿呢，就是做与桃有关的产业链。那么我今天带来的一个作品吧，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技艺，就是桃木的雕刻。因为平谷产桃就会有大量的桃树，那么我们通过把桃树的加工做成一个工艺品。哦，来给大家伙看看呗。这是平谷桃木制作成的一把桃木剑，非常精美。这个有一点特别的意义，就是现在这上面有4个字，平谷陶艺。平谷陶艺啊，这是我们平谷籍的书法家王友谊先生题写的一个字，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里面的一种展示，它是传统的一种工艺。在平谷区种植这种桃树了有60多年的历史，那么呢这种桃木剑的生产呢也有20多年的历史。大家好，我是做花模的，我的这个是传统老手艺，面花都是面花，平谷呢叫花模。对，就过去的老人我们这过年的时候都会蒸这些东西。对，不过现在就是我通过自己加上新中式的东西给改良了一下。这是创新了，创新了，传统的面花现在有新的模样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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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是可以吃的吗？这是可以吃的，一会儿您就可以吃。哎呦，我的就是情人节的时候给女朋友送一束用花馍做的鲜花。对。对，然后表白之后两个人还能一起吃馍。对。完了。哎呦，好吃哎。不仅好看还能吃。太美了。这我带回去了。一会儿发给大家伙吃啊。我叫蔡福善，我主要收藏平谷人民这个历史的记忆。是的，作为平谷啊，是中国的大桃之乡，这个是有认证的啊。作为生产桃的历史栽植的应该很早，具体你说什么时候不好说，但是我们真正作为产业，作为桃来说，这应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到后来呢就是20多万亩真正的成为中国大桃之乡。平谷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平谷这个地方啊，四面环山，中为谷地，故名平谷。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通过我们各位的介绍，了解了平谷的过去，现在更能展望平谷的未来。我相信平谷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来平谷不仅要吃桃看美景，还要多认识一些平谷的好朋友们，向你们致敬，谢谢。大爷大娘来了来了，热坏了吧，来口王老吉，清凉畅爽。咱们中午吃点啥呀？家里啥都有，我给你做去啊。我来给您打下手。辣椒炒肉。哇！吃辣，咱们得配上王老吉啊。干杯！干杯！
真的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政府梨树沟景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真的走进平谷，我们感受到了它青春美丽的全新面貌。走进平谷，我们领略到了平谷人热情好客、积极创新的干劲儿和豪情。让我们共同祝福平谷未来更加美好，明年桃花灿烂时，让我们再次相约平谷，相聚梨树沟。群山环抱，聚一方平谷，花海醉了八方来客，石海沉浮，故事尘封后土，千年疏忽，九州何人逐鹿，乾坤万卷藏一方平谷，一朵花开，沁一脉馨香。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里，我们一起在夏日的山谷见证着彼此的青春，还有童年，还有每一步跌跌撞撞的成长和收获。真的愿岁月静好，时光不老，愿我们生如夏花，开尽一世繁华。期待下个星期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夜晚，同样在这美丽的山谷里，我们一起嗨唱一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雨季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都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每一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
的细菌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